我现在在埔里的市区，今天在拍一间套片啊，这间也是在大马路路边，12米路，那它是一间传统格局的骑楼，骑楼式的套片，它地坪26坪，哪一间？这间，第二间吗？哎，第二间，地坪有26坪，所以它这个龙马得啦，它是没有陆地池分的，所以它里面很深，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孝亲房，里面有一个孝亲房。深度的话，我们看旁边这一间，那大概其实我有下载那个照片，因为它现在不能进去，所以就。我们下载一些照片，它要整理需要蛮大的整理的，蛮这样子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这样子。哦。这要大整理。哇塞。这是神明厅。房间。杂物蛮多的，到时候会清空。这是它的厨房。它就是。可以当孝亲房，这是楼上房间，了解，这是客厅，客厅后面这边楼梯上去，这是房间，木头隔间的，神明厅，这是房间，对，这就是它的格局图，就是这后面有一个孝亲房，在厕所旁边，是，那楼上是1、2、3个房间，它厕所在最后面。然后三楼的话是前面神明厅，后面两个房间，然后再加一个杂物间，厕所后三楼也有一个后面的厕所。了解。格局是这样子。那地坪26坪，基本上其实就是就传统比较经典式的传统格局，临路的。当然你要做店面应该也是可以，因为这毕竟是临大马路。只是没看没假期啊，然后当住家出入很方便啊，那就在埔里市区而已。你帮我看一下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大公园还是什么的？就是那个中兴大学的，中兴大学的附校区。难怪。它是实验林场。好。那958万还可以再议价啦。那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埔里看房子。蛮远的，好，有兴趣，我们当然是会尽量帮你议价，我们是可以便宜，绝对是让你尽量便宜买到，但是决定权还是在屋主，如果屋主不缺钱，就会卖比较久，如果缺钱会卖比较快 ，OK，通常都是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欢迎追踪我们的频道，我们有更多的物件等你来看，谢谢，拜拜。